好，下一个来看看这个神奇的记忆卡。你看这个有一个 Nokia 的128 MB 的记忆卡，这128 MB 大概只能存3张照片，一两张照片吧。好，来下一个，我们来分享超小容量的记忆卡。这两张记忆卡真的是超级疯狂。你看这里有一张 Nokia 的128 MB，这大概存个两张照片就存满了吧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更夸张的 Canon 的记忆卡。而且是16 MB，16 MB 是连一张照片都存不了的状态，这超级夸张的小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几百年前的东西呀、啊，竟然用16 MB 的记忆卡，现在都买128 GB 起跳了，这16 MB 你是到底要存什么东西？